在的新闻邀请乡亲来吃蚵仔，为了提升蚵仔整体竞争力，台中市大安区农会连续几啊冬啊有办优质蚵仔的评鉴，今年总共有36组的农友参加比赛。在比赛过程中，这个裁判会依照伊的外形甲口感两阶段拍分数。农会表示讲，大安区所种的蚵仔面积差不多有260多公顷，年产量有5000多吨。大部分都是槟榔心蚵，今年因为天气较稳定，加上农友用心的照顾，蚵仔的产量甲品质拢保持一定的水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奶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